和风之家。吉川哥哥，我们新排了大阪的散舞，今天晚上你也一起来看吧，好不好？不去了，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，还是单独跳给我看吧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百合，你今天要用这把伞去跳舞。是啊，我答应过你，会一直随身带着它，寸步不离的。小百合，该我们上台了。知道了，你在家等着我。这都什么扮相，怎么个个的脸画的都跟鬼似的，真弄不明白日本人怎么就爱看僵尸跳舞啊。这要半夜让我碰上了，你说我是掏枪还是不掏枪啊？那是你不懂欣赏，这最早啊还是从我们唐朝学过来的呢。可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还是咱们中国姑娘顺眼。姑娘顺眼也不见你找一个呀。我这不是被逼无奈吗？其实我这人特专业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，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。何金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深奥的话了？还只取一瓢？你取哪一瓢啊？我不就等着你这一瓢吗？可总是喝不着。别贫嘴了。哎，你今天的伞真漂亮。嗯，这是我男人送给我的，我很快就要结婚了。真的？嗯，太羡慕你了，给我看看。哎，吉川百合，你怎么会叫吉川百合了呢？我男人，你看，吉川，伞上面写着吉川。什么？你是哪家的姑娘啊？你找死呢？你是谁呀、啊、你？哎呦！高寒，两位贵宾请留步。刚才那两位跳散舞的姑娘是不是在里面？我们这里有好几位跳散舞的姑娘。哦，我们找那两位姑娘有点事儿，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？请原谅先生，后院是艺妓休息的地方，客人是不得进入的，何况刚才发生那样的事情，两位还是请回吧。如果我非要进去看看呢？请原谅，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让你们进去的。老子今天非要进去。嗯。这里是日剧区，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，先回去再想办法。好不容易才找着。嗯。回来了。嗯，舞跳的怎么样？用了吉川哥哥送给我的伞，都夸我跳的好看呢。我现在就跳给你一个人看。好。
这字是你写上去的？是啊。你怎么能把吉川写上去呢？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，我就应该叫吉川百合。胡闹！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怎么了？我做错什么了吗？啊！你什么都不懂。哎，怎么了，哥哥？你要去哪儿啊？这里太危险，我必须要换个地方。哥哥，你别这样，这半夜三更的，你有什么地方可去啊？还是别走了。我必须走。哎，哥哥，哥哥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惹你生气了，以后不会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我求求你，别把我一个人丢下，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，我求求你别走。好吧，别哭，我不走了。今天跳舞的时候，有没有遇到奇怪的客人？没有。这个人，属下没有见过。见过这几个人吗？这个人刚刚住进镇上的小客栈。你确定？确定。看来马云飞在小客栈里已经跟何间高寒碰头了。属下马上去召集人手。等一下，这里离盟军的部队太近了，稍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。日夜监视小客栈，只要跟着他们，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吉川猛夫。哎，哎，什么时候才回来啊？你们俩去哪儿玩了？你去哪儿了？等了半天也不见你人影。就是啊，你自己去哪儿了？哎，先别管我去哪儿了，问你们两个呢，去哪儿了？嚷什么呀？我们去和风之家了，在那儿发现一个日本艺妓，他很有可能就是吉川的相好。吉川的相好？啊、嗯，应该是他。我看他拿了把伞，伞上面写着吉川两个字。哎，那日本人姓吉川的多了，一个艺妓拿把伞上面写着吉川，你们就敢确定这是吉川的相好啊？啊？哎，马云飞，那个日本女的呀，那脸上涂的粉跟墙皮似的。哎哎，马云飞，你不有照片吗？给我看看。啊？高寒，你看是他吗？脸型吻合，我觉得就是他。你看呢？应该没错。我觉得吧，应该就是他。什么觉得应该呀、啊？到底确不确定啊？可以确定。我们跟他到了后院，只不过人家不让我们进。我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。你认为吉川就藏在里边？他们不让进就不进了？啊，这不是你的脾气性格呀。哎，马云飞，这儿毕竟不是国统区，咱总不能随便闯进去抓吉川吧。我又没问你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如果这个女人真是吉川的相好，我相信吉川现在肯定跟她在一起呢。我们现在一定要想个办法，通过这个女人把吉川给找着。小心点儿。哎，看看是不是台上那两个女的。你再仔细看。哎呦，在这儿。哎呦，两位先生好。老板娘。哎，我今天带着我们会长来，给我找个包间。哎，
要最大的。行，没问题。两位先生，里面请，请啊。快点啊。啊，请。嗯，走。两位先生，请。啊。老板娘，这就是你们这儿最大的房间了。啊、是。会长，请。老板娘，啊，我们会长就爱看姑娘跳那个散舞，赶紧把你们这儿会跳散舞的姑娘全给我找来。啊、行，我这就去叫。快、哎！好，快点啊！哎，好好好。英子、丸子，哎，吉子，哎，快快快！来了来了。哎呀，全在这儿了吧？来，我看看。哎，这个还可以。哎，这个不错。我们会长说了，这些都不行。哎，出去。出去，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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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出去。哎呀，我说老板娘，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？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。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的。我们会长说了，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。哎，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，27、28岁左右的啊？跳的那个特别。27、28岁。昨天有一个27、28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？啊，你是说小百合姑娘吧？应该就是她了。哎，就把她给我找来。哎呀，可是她已经有男人了，按照我们的行规呢，男人不同意她是不能出来接客的。就这些，把她叫来。虽然我们有通融的余地，但是我们和风之家的名声也有100多年了。是啊，是绝对不会拒绝客人的。我这就把他叫来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哎，哎呀，我这就把他叫来啊！快点啊！百合，百合，哎，有客人点了你。妈妈，我今天可是休息啊。哎呀，可那两个人非要点你，妈妈保证一定是正经人。正经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百合，上次你家男人打残了新兵卫大人，妈妈可是赔了一大笔钱呢。你可不能有了自己的后路，断了妈妈的活路。你让妈妈今后可怎么办？百合。算妈求你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百合以后不接客了，你还啰嗦什么？哎呦，哎，请大人息怒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拿百合当自己的女儿，从来都没有亏待过她。可这次，请大人高抬贵手吧。妈妈，你能保证他们不会像上次那样吗？百合，不许去。吉川哥哥，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，再帮妈妈一次吧。毕竟，她也给过我一口饱饭吃。百合，你太善良了，这样会害了你自己的。吉川哥哥，妈妈也有她的难处，就帮帮她吧。这是最后一次。我们走吧。
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昨天晚上跳散舞的就是她，这个姑娘我们会长一定会喜欢。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来坐下，陪我们会长坐。老板娘，这儿没你事儿了，你请吧。哎，别说那么多了，知道了知道了。有事我叫你啊。客人，您的酒。嗯。哎，我听说你会拿着雨伞跳舞啊。嗯，他的伞舞跳得可好了。我们会长就爱看你这样的姑娘光着屁股打着伞跳舞，是不是会长？啊难道您不想看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按他说的做啊，把衣服脱光了站在桌子上光着屁股跳个散舞，一丝不挂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有什么事儿啊？跳完舞才走吗？放开我！我去！过去啊！让我走！有什么事儿？给我会长跳完舞，肯定给你加钱。哎，什么事儿？快说说。太太，走。好啊你！抱着我抬举人。哎呦，我刚来嘛，你别生气啊，我是刚来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哎、真的，你骗了我多少次了你？哎，太太，你个狐狸精、哎！太太，别打呀！你我男人的事、啊。哎哎，不是不是，死你我！不是，哎，别别别！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个不要脸的！不是，老板娘，这没你的事儿。哎，你出去，先出去吧啊！哎，有事我叫你啊。狐狸精，百合，我男人，我打不死你。不是。吉川大人，哎，大人不好了，小百合被打了，你赶快去救她吧。说清楚点。小百合被人欺负了，那女的揪着她的头发打来打去的，快打死了。在哪儿？就在那最大的包房里，你快去吧。哎，大人。在这儿，嗯，万一飞，这里是共荣区，你敢开枪吗？嗯，还嘴硬。吉川，把东西交出来，快点。什么东西啊？别跟我装糊涂。吉川，嗯，你们放开他！高寒，吉川，别跑！别让他跑了，追，快点！吉川，站住！吉川，你给我站住！吉川，吉川，你给我站住！吉川，吉川，站住！站住！等一下，这样，你带人从这边堵他们，我带人去这边追，分两路。嗯。走，我去追击川啊！
姬川，走投无路了吧？把东西交出来。你觉得我会吗？你太幼稚了，我没那么傻，把东西带在身上。其实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理解的，总部也已经反省了，他们说你只要把东西交出来，他们可以既往不咎。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？如果我把情报交出来，你们马上就会杀了我。我不杀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开枪吧。你现在还不敢让我死。可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东西在哪？想要我手里的东西，应该对我温柔一点。告诉我情报在哪儿吧。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把情报给你。情报没有到手，你想死都难。把他手脚打断，押回去。接着
事吧？啊？没想到救我的是中国人。少废话，先杀出去再说。哥哥，把那个女人抓过来。是是。吉川哥哥，百合，吉川，别动！别跑，走过来！放开我！走，放开！哎，别出去！现在出去等于是送死，知道吗？放开我！老实点！你们放开我！放手啊！别出去！不要命了你？吉川。想要救你的女人，就把我要的东西拿出来。吉川哥哥，你不要出来，别管我。放了他！我数到三，你要是还不出来，信不信我就打死他。我什么都答应你。你别动！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能相信那个女人，啊，那个女人现在正想逼你出去。救救百合，只要你帮我救出她，我就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们。我答应你，但是吉川你记着，我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东西。三。百合，别！
这次多亏了高寒、何坚、云飞，我们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。我谢谢大家了，干杯！干杯！来。大姐，您也太见外了，谢什么呀？这点小事儿算什么呀？只要有我们出马，再难解决的事儿，就两个字儿：平汤。哼，行了，你也别吹了。实话。不管怎么说，总算完成任务了。这两天啊，我得好好出去玩玩，不能白来云南一趟啊。说的对，咱们不能白来，得好好玩玩，太累。行，说吧，去哪玩？我请客。说好了啊。嗯，你说的啊。高寒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可以在这儿多留两天，但我得先走一步了。嗯。大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已经接到调令，我现在马上要走了。你说真的，没开玩笑吧？你们都走，我也不干了，咱们散伙算了。何坚，散伙，散伙，散伙。